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米娜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森林湖托尔兄弟 Meadows 社区的 Willow Spruce 户型。这个户型呢是四房四卫，每一个房间都是套房，没有共用洗手间，2270尺双层的独栋别墅。那这个户型呢，它是可以做高顶空间，也可以把二楼的高顶变成一个阁楼，非常的现代，而且户型尺寸刚需使用。那 Meadows 社区呢，本身是有在建的泳池、公园、户外的 barbecue 以及桑拿等等。配套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而且距离尔湾 Outer 呢大概就是5分钟的车程。我们今天呢先一起参观一下样板房，这边的期房售价呢是163万9000起。那参观过样板房之后呢，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公司最近会即将上市一个全新现房 Moving Ready 的，而且包含10万的建商升级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半景观地块。那这一栋户型呢，我们这一周就会上市，所以如果看过样板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记得继续关注米娜频道哦。Thank you.
Rose 的样板房也是蛮好看的，烧烤、户外用餐区和泳池都样样齐全了，还有流水瀑布，非常不错。那这个户型的设计呢，一般都是在里面，所以算得上是小边户。我们那一栋的隐私性呢和样板房差不多，所以采光还有隐私都是极好的。所以无论你喜欢新房、期房还是新房、现房的话，都可以联系 Mina 团队进行详情咨询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Mina。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，就请关注一下。那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